Hello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Lexi 刘柏辛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J12 Electro 限定系列腕表。J12 是 Chanel 一个非常经典的系列，在2000年诞生了第一枚 J12。J12 Electro 是受电子音乐的灵感启发，在黑色的表盘上有彩色的刻度标，彩色也象征着电子音乐的活力炫彩。有很多，比如说电影啊、书籍啊、画啊什么的都是。墨镜，因为可以不用化妆。Living by Pet Shop Boys。随心所欲，就是不搭配穿 One Piece。今天这个连体的，就是不用搭配的，就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，就很有趣，很过瘾。就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吧，就是。就做自己就好了